海底第一排，就是那个孩子最大。哎，对镜头。他要对镜头了。大胆旅行团非法闯入，哇！现在来什么都关了，是要先敲门？不用，不用，还是怕外国鬼？不用啊！请问我们大家都进去房间嗨了啊，我们的房子还走不到，太远了啦！而且我们是底哦，你看得到镜头吗？这个一望无际。哎，这样子感觉怎么就是有点走在船舱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这个饭店整个是在海上面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叫 Catch Two 头水饭店。328，最后一间，非常的安。来，来，进门是凉的啊！我的水母嘞？有鱼啊？鱼？天使鱼？水母啊？怎么这么小只啊？这么少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有了有了，这里有水母、欸，是真的水母哎、欸！走，我们去串门子。哇哦！你觉得他的房子比较好、啊？长不一样吗？废话不一样。现在就来他来介绍一下住在这个 H2 哦。晚上如果想吃宵夜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客房 room service 呢？这边早餐，然后还有主餐，还可以点啤酒，海尼根220，不知道是多大罐的。这个无酒精饮料，哦，你可以点个红酒，然后边泡澡边喝。泡完澡然后穿浴袍坐在那个沙发上，然后这样。喝太多酒，死在浴缸里面。海很长，所以我们不要太近了，我们就直接看远。海景第一排，这就是早餐。它的早餐选择没有很多，那蒜头饭啊，鲔鱼意大利面，红糖法式吐司，水果，然后跟一颗蛋。假完美，装哦，很装哦。原来住饭店就有送这个门票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，不用买票。大鱼区，好像很好吃哎。哦。可以吃吗？那个肉看起来超难吃的，这一定不要吃，不要往那边想。这里是水族馆，你不要都想着吃。那只鱼跟品种完全不对啊，快吓死了！怎么就它？对，被霸凌。外面一堆黑道在那游。还是它的饲料？中国人，好没礼貌哦。对啊，怎么介绍写中国人？Becoming rich in a short time。希望不要等下有鱼叫台湾人。哎。我知道这个鱼啊，这鱼就是刚被丢去那一缸的那个鱼啊，啊，怎么有人放错缸了？那小丑鱼，嗯，这个鱼好丑哦，哎，超丑，而且鱼还超白哦，你在说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鱼，好丑，海马哎，你看它到顶点了，它到底怎么下来？放松就下来了。哇，这个好大哦，它转到正面了，长得好像胖胖哦。直接攻击！哎，这一个神剑，很像那个谁吗？看好戏虐，戏虐的笑。这里是来这边最吸睛的一个点，就是这个孩子最大。走了，我妈进去喂企鹅了。那里面有人在喂企鹅了。哦，所以进来企鹅这里还要再另外通关哦，一个人只能喂2-3只。近哎，好像就在他旁边一样。哎，对镜头。他要对镜头了。我现在就是站在这边，然后看这些企鹅，因为鱼他们就不会靠近我。对，就不会那么激动。然后现在就让我们自己在这边拍。整个环境就这么大。对。好，我们领到我们的照片了。好值得哦，得哎，好值得哦。这里是。那这边可以为企鹅650号这张照片，可以，就是非常的精致哦。